翠花上酸菜，买，格格不上酸菜。我也不是翠花，我是想让您看一下，1米58的餐桌上面是92的转盘，能放多少个菜？首先交代一下，格格这个盘子绝对非常大气。哦，不对，是大直径，22.5厘米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可以放多少个菜？咦？看到没有？四个盘子还一点儿都不用重叠，这三个轻轻松松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放十个轻轻松松，但这里还有空位，那里还有空位。如果我们整体把它往那边移一下，把它错开来摆的话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还可以放，这里还可以放两个，至少两个。那也就是说，13、4个菜，那是轻轻松松、完完全全可以驾驭。也就是说，过年聚餐完全可以。